老外开口说中文，台湾人莫名崇拜。我去那个素食餐厅排队，他就发抖的。What you want eat？ 我说啊，放弃了，我会讲中文的。啊，你中文好好哦。我讲一句话而已。杜丽还是谁？他坐计程车，然后人家问他说，你要去哪里？他说哦，101。然后那个人就说，哇，你中文好好哦。今天晚间11点，东森超市1/2强。